卢台长给我这次机会，嗯、呃，我是四八年所属的，老属老鼠的。老鼠，哎、呃，嗯、我想，嗯，问我身上有病，以后会发展啊？乳腺，乳腺、哎，乳、哎、腺增生，乳腺癌。对，鼓掌，啊。一看就看到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当心啊，有可能会复发。 明白了吗？嗯。你自己要当心啊。嗯。你呢？现在做人蛮好，很愿意帮助别人，啊！但是呢，你帮助别人，人家不会理你的。对对。对对对,对，因为你都是还债，听得懂吗？你的主要的问题呢？现在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呢？是你年轻的时候有欠了一个人的感情，听得懂吗？ 呵呵，老实一点了，坦白从严，<laughs> 抗拒更严。<laughs> 好好的念礼佛，嗯、听得懂吗？嗯。啊，还有，你对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不是太孝顺，老实一点咯。<没>你再要乱讲话，现在都有护法神在的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要你要乱讲，你。 自己有事情你自己负责的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家族里边人有心脏不好，对，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你的心脏也受家族的影响，你的心脏很不好，明白吗？还有你的腰不好，经常痛。 讲不出来了吧？每个人被台长弄两句话，讲不出来了。还有要注意，自己要当心啊！你不要回忆了，因为你现在在回忆，我对哪一个男的我欠了他了，他来找我。你想什么，我心中都知道。你现在呢？我现在跟你讲，你把你的情绪拉回来。腰不好，第一要经常。 用热水敷腰，用脚泡脚，脚啊要泡泡脚，而且要放红黄黄酒，嗯，好吗？嗯，调整自己的血液循环。嗯，你这个人真的很老实，很傻，你年轻的时候也被人家骗过财，啊，讲不出来了，讲不出来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呢，自己有点钱，自己呢要懂得。 买点鱼去放放生，保保你自己的身体。要放多少？你放五百条，好吗？啊。小房子要念多少？小房子，我劝你呢，最好呢，一个星期呢，你能至少念三章。啊。你至少要念一年。嗯。好吗？好。还有你。 要每一天要要多走路，啊、oh, <对>，台长告诉你们啊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走路的人长寿，你们知道吗？那菩萨跟我讲，头接的天天上的气场，脚呢踩着地气，然后人呢当中叫天地人通气，所以人浑身一走路，血脉通。 完全很多的免疫系统都会恢复，所以身上很多病就没有了。所以走路是最好的体育锻炼。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要多走路，有车都不要坐，走个二十分钟、半小时，保证长寿。好，谢谢台长啊。嗯、<好>你呢？其他没什么，你不要生气。啊、嗯，台长刚刚看到你的图腾里边呢，你有很多气，因为很多人对不起你。 所以你一直记在心中，对，对对对、嗯，你一定要忘记，你听台长的话，一定要忘记，好不好啊？你要原谅别人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是你欠人家的，真的很苦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人都很苦，怎么样来摆脱？就是靠念经才会想通，不要去难过了啊、哦！听台长的话，都是菩萨的好孩子。 人吃点苦没有关系的。人要学会吃两样东西，在人间，一个是吃亏，还有一个吃苦。学会吃亏，学会吃苦，你就比较顺利了。嗯，谢谢。好吗？哦，台长会帮助你的，不要难过。你有菩萨了，你以后不会难过了，也没人欺负你了，好吗？嗯嗯，台长知道哦。 大家看到了吧？所以人其实都很孤独，都很可怜，但是呢，表面上他还要很强硬，所以一定要学佛了。你讲吧。